紧来开始进入咱今仔日的节目。照陈明仁教授头拄仔解说，头拄仔小弟嘛，甲大家来提起传统的念歌，是咱今仔日红水顶念歌团第一要来演出，要来呈现吼现场所有的好朋友。传统过去台湾念歌的形体是虾米款的面容，是虾米款的面貌？咱知影讲，伫咧差不多三五年前，电视有一部综艺节目非常的时行，叫做虾米玉玲珑。迄、那个玉玲珑就是对咱台湾念歌捡起的。为虾米叫做玉玲珑？原来就是这部歌剧本身伊的原版的形体，就是另外一出台湾的念歌，叫做银群玉玲珑。啊，两个主唱者。我讲两个主唱者，不是两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，林伟甲敢若郭志吧，迄两个是原本两个主唱者，就是咱今日要邀请陈美珠、陈宝贵，啊，佮有咱陈美珠、美珠爷的师兄王玉川。今日因毋是要甲咱念《玉玲珑》，要甲咱念一部，祝贺咱所有现场的朋友，同齐来看演出，拢会当福禄添寿。要念的这部歌，就是叫做《福禄添寿》。将来我在红水顶念歌团参与主持过程中，过去伫表演的所在，拢唔捌看过这部歌。我甲所有的朋友同款，拢是头一摆来听这部，过去唔捌听过正台湾传统的念歌。咱同齐来听王玉川、陈美珠、陈宝贵，福禄添寿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真有缘，又来跟这个家己，啊，来跟见面，来讲是阮两个姊妹三世有幸，哎，两个大刀会比较巴拉下哩，过来跟咱见面，也是阮足欢喜。不过我这个声音无人教，负担人嫌吼，啊，食了无死气咧，啊，声音就较歹，啊，若无嫌了，就加减听，听好歹学咯。听歹，莫乱吵吵，安尼阿爸佫仲加来。谢谢，感谢，阿来。好。哥哥要气死，叔叔
快乐多，向咱夫妻歌唱这个五剑妹，京城三连又一五。我是不是要行动来去求出风流？可惜教母本人，什么离合是好呢？不然是我的无路用，家庭经商也无法度，通我的丈夫那去帮助，就是好委屈你一个人，这样细汉。那不如你好，也是来清寒过日啦。男子话了一日来无款，我心内有咧打算，我要正经来去求功名，需要金钱，家中嘛着爱安稳。我是讲无少着我的见识，我要来去甲因素借钱，现车你意下如何呢？是吗？你就相识啊，想去阿迈，咱个家庭定山咯，阮断嘛知。伊对咱的红阿婆，这非常热态的。我就暗无比爱呀，现车富龙搁较唔好，也是我的所属。希望因所会当看到大哥的情分上，这阵啊，予我来去袂空行。阿尼妈，哈，也是托不到夜风。希望大母会当淡薄来照顾那位出路鬼啊！现车，你带我的好消息啦！碰上，现那车帮啊！
清早起来，心本就真艰苦。哎呦，我想报一个名，煞袂记。大家咪叫阿判官，夭寿哦。那不过我的名是甲别人无相同，那我的名声好，你敢知？结果我问翁，在出了门外，哎呦，我真大家我真死哦，我敢会出了？弄了门外，你敢知？哈哈哈，讲个死鬼啊，迄死鬼啊，一边跑落再去。花一个金币多，哎呦，这么个多哈！敲卡分钱多，廿八块两四，无啦，敲卡就较多啦，啊，廿八就欢喜啦，拢是廿八块两四，敲敲啦。哎呦，今仔日吼，哈达无事，先来打一个。好。叔叔在上，受我一礼。哦。啊，这个你来哦。无关的钱，两米卖讲就好。哎呀，因素，哎呀，你开嘴就对我哪好灵啊，跟我切，家己你要叫我如何舍弃呢？那，哈哈哈，啊，你讲也是话，啊，我是用讲话煞话尾，是讲什么代志你讲，钱也卖讲啦，啊，你人也我不讲爱做，啊，你讲啊，大哥吼，公司。我的财产是叔叔的一手掌管，我今仔日要惊啥来去求取公平哦？出来也是爱安家，我只欠路费，望因叔的手势严管，担保给我做路费。哈！哦，好听袂跳针的，我袂甲办啦。你讲个真心笑，真出名。哎，有阵是你做卖的，感觉又把人家看不起啊，看不起啊。啊，哈哈，我怎么讲了？我反正讲起的，你别讲，你反正没有。阿嫂，你就带你阿妈。咱的情啊，分哦。阮大家的这个财产啊，我无甲你分啊！有人要分就去再分啊！我听你。要不要？救我，让我惊中求功名，功名若生气，转来我会甲你算个够，我嘛会有效你啊！要不要？哎呀，好，等，害我死啦！这就这难哈，你千万唔找我，停不住啦！啊，二妹，看我好，你若爱钱，你来提，但是提了重钱，啊，看你用啊你！哎呦，阿姐。我跟你讲吼，你得交一个球啊啦，啊我是讲歹势，好啦，我这吼有20元给你，啊我创个簿，甲你包个好势，啊你提起头我开，头我做路费，唔免啦，免让你无用，你家做扫地就好啦。这，感谢叔叔的礼遇，
啊那安尼我泡。嘿。哦，哎呦，我只吼有本好滴咯，迄个泡滴吼，好叫香滴哦，啊就飞去，唔通你甲半路那边用只头来看得到。哦，交代我照办，伊那无我就。贵个辛苦嘞，你好，赶快去。叔叔，感恩不尽，请了。哈哈哈！这肯定叫是死啦，这叫惨的，叫得到啊！哦，我是个救济，还没讲哦，卖过什么人的皮，你们家就慢慢买单的少。哎呦，人亲家子孙呀，好让你来去，你走吧，快点去，那阿三去那个站去。哎呦，夫人的心机呀！衣服的旧，人讲着要来借钱哦，人我心无的阿酸。好爸爸，就看父母哦，咱就老了小暗时要去借钱，捡鸡蛋唔赚你，唔去借伊，不如点只开单去了咯。好。你惊我回来了？哦，不然你等来先，看你花头一面，就必须借钱吼。啊，叔叔也是有带点情分，伊讲有二十两银，我要进家来去，要无我就该拍开。啊，唔多阿叔有交代。讲什么钱面的拍开，拍开讲会动风。也我想讲，我哪拢在身躯，唔去你厝内，你那要用什么嘞？哎呦，恁这憨哦！人讲穷处是无穷咯，你早是个比大大用无紧，我来凊彩去捡闲钱，捡丢失嘛有贪吃。那安尼就委屈你咯。那你阿哩讲，把古拉一去，变光明神就倒转来。行李啊，款好，现车你着保重啊。那你也是细哩。现车你的威武啊。也应该带囝来去，囝我好势，我头我来去洗衫。哎呦，伊个巴肚遮大，走路嘛真艰苦，为着暗，为着囝将来，我也是着忍耐，赶紧来去准备呀吧。
心内非常的欢喜，现车也该离开，来到这个中途，哎呀，感觉真脆大。阿嫂对我讲，我若是急时要用钱，才用的拍开，害我赶紧准备这个手巾甲伊拍开，来去买食脆大。当然，嫂嫂，嫂嫂。无奈你好，安怎用这个铜钱，予我一看？袂用的，你是甲我欺骗，你藐视我足无良。金蛋我无金钱，叹我真惊。现车在家受苦，我挑尽三江水也难洗着我的满面红。爸。这是我一生中的不幸，不如来去深山啦，来再来打算啦。哎呀呀！大舅抓紧执行的。不容爱情角度是国用向往中间大步挂为亲王的地位，心内非常的欢喜，因为我天下已经太平了，便是这样安居乐业，我国丰收，兴亡无忧无虑，我也真欢喜。会出这风声，我素质要由阮家地方来。阿舅名震启程啊！我叫你啊，金金啊，一听，风啊讲毕竟心啊真清，会当来解啊我的心情，也解我今不会掉地。
阿爹
姓钱，名叫做洪乐。吼、哦，娶一个某足贤惠，遐阮某甲我讲。讲叫我著爱认真打拼，这个家庭才会亲像人。我叫王元月请做少爷，啊，阮某叫人甲我讲，讲阮某差不多就要死。伊讲叫我著爱跟伊家己斗骹手，查某人生囝的代志，我唔知要安怎甲伊斗骹手，我嘛唔知影。啊，元月甲我讲呢，伊讲叫我。就爱紧登去甲阮某斗下手，啊不，阮某家己一个人恐惊生产危险，所以我吼安尼真欢喜啦，欢喜啦，要叫我老爸，我就有囝通去锁去，安尼我就紧来去来去呀、啊。枪声大惊，卜外兼算命，卜男生男，卜女生女，卜面坐有困顶大姊，卜着红裤啊穿上你啊，卜大兄在小弟呢，无事抽签红心金，输到抽签着卡地哦，抽两签啊，卜声句啊哦。啊，兄弟兄弟，对经过化甲下过有声化甲无声，连一个叫条相名声的也都无啦。今天就没有赚钱啦，无采啊！你讲咱做囡仔，也着阮先生甲带去，甲我一手的这个好功夫，看地理做流年算命，也安尼。算命钱我那无好赚呢，有人要抽签无？有哦，有哦，谢谢哦，有哦，有人要给你捧场哦，感谢，大家大赚钱啊！哦，大家赚咯，大家赚咯！哎，少年请牛哥嘞！哎，我你行遐凶，你是要去倒？我行要转来叫人阿爸。在你叫人阿爸，阿爸在烦恼，我很久，我很久，我要叫阿爸。欢喜了，过头讲话声较紧，我免做阿爸。安尼哦，好，少年，我甲你看看咧吼，你吼人才清秀，敢有影？嘿嘿嘿，啊你哦，有一个，迄个贵族伫要出世啊！哈，贵族，这是财主，财主出世就好了，稳当。你要搞我，安尼哦？嘿，啊！你即马家内物价偌好，较善着，所以这个囡仔若出世就好呀。命，我叫你算一个命。嗯，好，我即马心肝急急你落令，我搁甲你算命，阮囝仔的富贵安着好。无啦，安尼啦，今我心里就无好啦。啊，咱互相哦有缘，安在见面讲话，吼。啊，我甲你算一个寿。安尼哦，哎啦，恁钱就对啊，哎啦，好嘞，奖金不落少点啊。先生，你贵姓？啊，我姓齐，名叫做福禄。哦，姓齐哦，名福禄。嘿嘿嘿，嗯，安尼哦，那我用抽签的啦，用抽签的。哎呦，我来呀，来呀，抢下准咯。有影，有影，我唔敢用抽签，我唔敢用抽签。将油当啊。透天顶哦，透天顶哦，六十甲子吹五行哦，五行哦，神食通天地哦，卦食透鬼神，哎呦，够一套啊！是地主，要求财利，也是问婚姻、问运道，好出清凉，派出玉枪。好嘞，给我抽一个，哦，抽一个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头一个哦，头一个，哎，出境财机变签断利。再求外挂分明，好，我抽一支，这个挂机，
你听我讲呢？系啊。少年呢？你坐这支枪么？哦，实在哦，唔得免得讲啦。啊，你就直接讲就好，唔免佮教我安尼转弯抹角。你若要听好听话，我就讲好听。别！啊，你若要照签的名盘，我就照签的名盘。你照我抽的迄两支，甲我断掉。安尼哦，你头一支，去抽到一支，残一半路低度吧。这个歹哦。田野甘水忘记担。哎呦，啊，我哪会是安尼啦？你第二支是偌生的？你来干？叫做魔鬼车王牌。啊，我卡歹。鸟气正入无角来啊！正入无角来。这支吼，少年的我讲较歹势。啊。全名枪。我死袂来啊！死枪。哎呦，我登山溜咧哦，我台湾的阿母。啊，先生啊，啊，这有解无啦？这解是安尼啦，不就用抽签的，是伫皮啦，好伫皮哦。啊，若要看到骨力，看你的行动。好，看我行动。嘿，看你的模型。好，啊，安怎看？啊，这阿婆进行啥无？好。你进前三步金曲目，金曲目，你搁提三步。啊，人讲台中有男子汉有进着无提，佮叫我提。你提进提，足在用的哦。好啊，你。啊惨！啊，大家都惨，啊，大家都惨个。提后吼，提后三步，你几岁？我今年二十四。二十四，你退后三步。不切破，你的寿元不过二十五，十二月二四，你就爱回去啊！十二月二四，爱回去喽！哎呀，哎呦，听着乎我心麻骨啊！啊喂！我十二月二四哦，要你今夜来念君啊。这辈啊，你都别讲哦。那安尼，我生贵子嘛无落用，生贵子嘛无落用。啊，那安尼，我活在世间哪有落用？阮某阁要生啊，啊，我放无放囝。先生，啊，啊，我阁问你一句，嘿，啊，你今仔日甲我讲我这样，讲我岁数这大，啊，我袂当食过二十五，啊，如果我有迄个命，食过二十五，迄个年间你变怎？哦，这哦。徐先生啊，你无听人讲，早一时，不生，早一时不生，晚一个时，晚一个时，伊就唔死，伊就唔死。你的血受主家食到十二月二四，过年就要到咯，差不多啦。等你买一挂狗食吃哩，灌肠金蕉给吃吃看，哎呀。你讲的哦，你讲无要甲我收钱哦，你今仔甲我讲这啰歹话哦，我吼真袂欢喜啦，安尼啦，我要等下靠落阮某。哎呀，所以讲咱收得直接，安个断也唔好啦。不过这个人确实是全名枪，
除非伊若要讲会当阁活落去啊，就爱奇迹奇迹，才有可能啊！啊，你有两针无？好个偏执！打来哦！我要抽啦！哎，要给我抽一支未？来哦来哦！有人有分讲大巴肚的本事，但是吼，这要抽签是大家拢感觉介重要的代志啦，所以吼，我才无希望讲。我去抽一支什么签啊？分现场，大家拢知。我来后边抽好无？啊，咱这个精彩的故事吼，稍等下再搁个听落去。哦，现场的好朋友，到底这个祈福龙这个主角要怎样才会当度过这个十二月二十？这就是咱台湾传统的念歌。想到桃子食，叹气气，福龙添寿，咱听还袂煞，把咱想到讲。上京考教去拄着王爷，但是家内有一个妻子，犹原坎坷三长难度。到底这款的遭遇，伊的红婿是毋是会倒转来为伊讨回公道？是福禄，这个命运直到十二月二十，就无法度搁再接续落去。伊敢有法度顺利来延会寿？所有的好朋友，咱是毋是赶紧搁来听一下？帮助人，啊，帮助人一个老母牵一个囝，啊，搁巴肚内一个囝，靠了，我是讲我会收到一阿伯，我着上我的钱去帮助伊。哎呦，阿姊阿伯啊，阿姊阿伯，我真感谢你，感谢你讲哦，啊，我甲你讨还钱，啊，你哦，搁无甲我接济，啊，来搁收我做干，哎呦，阿姊阿伯，你莫生气啦。我无咧受气啊！我人吼食到遮老啊吼，到阮老的还无较新鲜，一只加抓草泥，啊不求伊遐会做囝，安尼啦，今日吼一间破厝唔免断，恁翁仔某吼，甲我斗阵哪里？等下老家的厝，我告诉遐大囝，拢嘛办了欢迎。迄、那个粗干又干恰无人个，你若人点点想讲，来跟我转来，跟我。安尼吼，好啦，阿是某六十外，我来甲你转个因个啦。人听讲有王爷咧请人客咧，我我切草咧，所以讲我有钱偷我领，啊，搁有通去加饭，好，我再来再坐再来吃。这是爱吃蛋嘛吼？要吃啥？伊即马要甲抓蛋个吼，啊，忽然中间，这起啊风浪，转一卡雨进来。一家好电话，也全好，全得意啊！得意。啊，这安琪啊，白讲哇，伊来叫你无福气啊呢！你电话来去好命，我存假钱问，啊，你咋安尼得意？可怜啊，两四百，两四百八万，甲卷进来啊！这两四百八万内要甲卷，是好落个奖金个。伊讲哎，你了。哟，阿你唔是去啊？伊用也袂啦，也袂去哦。我着去解遐芋头，要去甲我赶转来。讲你也袂哩，你也袂哩。也袂啦。你还搁等等等，你还搁真侪代志通做啊？紧等紧等，这安琪阿伯听着安尼讲，好，阿你哦，阿你，你甲我介绍，
我来介绍西，我即马真好啊！我唔多来出，我敢甲我挂起来哩！我靠你啊！你讲，哎，我是唔知为着甲我挂起来，啊，你了好去，好啦，吵吵等下，吵吵等下，即马带等下因厝，听人咧报讲一个王爷伫咧请人去，啊，这个王爷就是迄个小生哦。啊！去晋江，给因大数钱，嘿，一个回来，伫咧请人去，伊咧要请人去，伊问伊某讲，我都无钱，何里你哪有这条钱？通支持恁母阿囝？伊讲有一个少年的，讲是你嫁伊回来，回来要服务啊！啊，我唔敢提讲伊安尼，吼，代志做无够完吼，伊叫你。价钱话，伊无提价收好我，所以一定拜托我才甲收起来。你有甲问我是啥物名？伊讲无啊，忽然中间我嘛唔知伊号做啥物名呢？因人个想想啊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来办一个讲，我要请咱，请咱这全店仔啊，这便是就对啦吼。对，二五下去，啊，二十下去，到三十下为止。老来给我请，你还一刀面，搁一张云。啊，若无来给我请哦，拍死个大半啊！所以咧请去，啊，这安吉啊，爸了都着求着欠哩。听讲有比人呢啊，搁有钱人摕，一群下下辈下下辈，爸来要哄请哩。来到个去就这等来个爷爷嘛，讲啊，你无够钱啊，你老啊，收了啦，伊才走得去。收了，买起来。就很小弟啊，有小弟哎，那样吃啊，这个哦，上面这碗，他到底那里毛皮汤啊，说家底啊毛皮虾，吃的原来是做个白汤啊嘞，一小弟把那汤啊哩，用瓦器拿这个白醋油哦，一油啊真甜，我对你来哩，一个天狗的阿娘，少年庙里面老的唔会哩哩，今日爷爷都话来吃啊，安得烧。那阿姊啊，变做老人上，我老岁仔养到跑，我干那要让你吃着着，哦哦了，在老板内面，这王爷知影，搞这对啦，古人知影，出来到底看到讲，相公这个是咱的文人呐、啊，对，这个是咱的阿妈无生，你个鬼哦，这个小人应该看一下，哦，那堂是我堂内呀，伊讲。阮某有命，甲阮两个囝有命，就是你救的。你对拄啊迄条故事头尾讲互伊听，啊，安有影我救伊着。啊，这个周四顺哦，昨日啊昨日啊，一个好顺就着。这周四顺哦，不算命来个遐，可讲不用请，啊，无等算命人啊，无啥趁钱，是说来食一顿啊免费的安尼。来到地去哦，这个啊，这个祈福龙盘，叫你丢，就是你讲我二十四岁十二月二十就会死，我今仔日还搁在，来来，你别搞我搞，别搞我搞个，你讲排队买，我给你弄，啊别弄，别弄，啊你讲排队买，我弄，我今年还搁在嘞呀。手机是啥哩？面甲看看看看，哎呀，你奇迹出现，我有啥物奇迹？你有都要做着迄个好事安尼，也无，哪有做啥物好事？迄、那个妇人在讲，伊十年文救阮母仔囝三个安尼吼，三个母仔囝，哦，就是安尼哦。就去随便按按顺顺了，啊，你食咧干哪十个？你救三条人命，一个人命都保你一几年，三个都保你三几年。你吃了到六十一岁咯，吃了到老老老哦，所以福禄天寿，讲咱人最好就有保寿，咱两步办较快嘞吼。咱即马嘛上关啦，咱事先若无对人，我无办法，无啊量人妈咪对咱咯。啊，你婆婆对俺目睭真好，要讲讲要讲讲，讲话真歹听，人面来对伊哦，叫做憨子啊。大呀，也要见面办后报。
的歌来呀，两家到家里。我是你结束你后边已经无结果，祝咱听主听幸福，万事如意大快乐。听我念歌，笔下又精通啊！生理人听歌转去大兴旺，爱拍麻将的人心不求甘，顶开花甘自忘。阿伯听歌。听歌转去丢丢赢，太太听歌转去是好囝，无嫌歹歌哦，忘家听的。阿伯听歌，老空间啊，无烦无恼啊，倒个少年啊，少年的听阮。念歌转去娶某不免想，娶着小姐有人缘。谢谢谢谢，好享受，感谢各位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让咱大家天天发财，谢谢你。是啦，啊，我有听现场这朋友讲吼，啊，拢听有传遍咧，劝大家老人笑。啊！你拢无听着，啊！你讲好一点啦。啊，对，即嘛吼，阮西安那个茶库不了阳光，我定阳光是。啊，偏那边好，我做大讲来。对的。啊啊。讲普通话，讲来安好，安好，安好。谢谢。两家即站，遮个子，这个是现在太太小姐的老先生。你若听到讲袂歹，唔在，后头再来耍。啊，叫我来天顶发财，大家等你大赚钱。谢谢你。多谢多谢。感谢你来看吼，你注意啊，你一句话当时搁接着去，啊，有要搁接下无？哎呀，就好啦，感谢，太谢啦吼，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谢谢啦，谢谢，感谢，陈秘书，你注意啊，陈副队，副队啊，洪玉川，洪老师。